中奖的物品呢、啊，这个礼品摆得很惊险，客人才会刺激消费，刺激客人的消费。如果你要增加难度啊，把礼品摆到这里面去的话，客人一看我没有信心，爪子碰不下来，他不会玩。所以我们的建议啊，整个两爪机器的中奖的礼品是要摆得非常的惊险，摆到这个提这个塑料件进去2到3毫米的地方，让客人感觉这个爪子一碰它就下来，这个时候玩家才会进行1次、2次、3次消费，他的信心才会很足。像这样的话他不一定能下来，但是客人会感觉他就操控爪子一碰奖品就下来了，这个时候他会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追下去消费。啊，我们千万不能把礼品摆到难度很大，摆得非常进去，这样客人的话可能50次也下不来。所以核心是把礼品摆在2、3毫米的地方，让他来提高玩家的信心，啊，这个很关键的。这个时候对中奖的准确度，至关重要。现在调爪子高度，对，进入爪子最大下降区的一个设定。这个是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个爪子下降的高度，下降的高度。我们讲这个爪子里面，这里有一个折弯的一个横线，我们希望这个口子就在横线的附近，